千年，道同历史长度，你们披星戴月，解封沐浴，受尽千辛万苦，舍身舍心舍命，为众生，为众生。传承道统代代延续，历经无数风雨打击，最深自古的靠磨依然屹立不摇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了祝弥勒祖师完成三草寿愿大事，你们已孤孤独独走了几千年，为了单纯独守天命，走遍天边海角，寻觅远离佛子茫茫人海，谁才是天命传承者。众生才能迈向三草寿愿。